那阿丽好好学中文，到时候去中国好好生活，开始全新的生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刘。自从我的越南媳妇阿和决定要带她的闺蜜阿丽去中国之后，阿丽每天下午两点都来我们家来学习中文，我们一起去看一看学的怎么样了。大家好，我是越南媳妇阿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丽，我是阿和的闺蜜。嗯，我闺蜜。我来自缅甸府，我和阿和是同龄的。今天我来学中文，阿和是我的老师。对，阿丽就是刚开始学中文哈，所以就很多新单词她还不知道，所以我每天都教她两个多小时的中文吧。希望阿丽以后也可以跟我们常常的交流，用中文来交流哈。好，你们学习吧。今天我们在练这个对话。请进，请进。你家真干净，你家真干净。干净，你家真干净。你们太客气了，你们太客气了。太客气了，太客气了。你喝什么，你喝什么。茶还是果汁，茶还是果汁。果汁，果汁。随便，随便。我什么都行，我什么都行。你们坐公交车，你们坐公交车还是打车，还是打车。车，车。对。这是我们的小礼物，这是我们的小礼物。只是一点意思，只是一点意思。请你收下，请你收下。我们很高兴，我们很高兴能到你家来做客，能到你家来做客，来做客。我们很高兴，我们很高兴。你们一路辛苦了，你们一路辛苦了。辛苦。我们主播经常说家人们辛苦了。辛苦了大路。就是你家里面有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吗？我有姐姐。弟弟。弟弟。还有你。还有。那你家是有三个人啊，三个姐妹。你们过来还有个姑妹。就是你姐姐。你姐姐。公爸爸妈妈。那你弟弟是？弟弟呢？公家。公妹，他家。没事，跟那个没关系。来，你解释一下，他说什么意思？阿丽意思是，他和他的姐姐是同一个爸爸妈妈的，他的弟弟是同妈妈，但是不同爸爸。那现在阿丽他是爸爸已经不在了，是吗？对。他爸，你爸爸是哪一年？哪一年？没那么老哎。一年前。哦，妈妈呢？现在妈妈呢？你妈妈在哪？在感冒为了。就在越南的最南边的。他去南边了。他还回来吗？你妈妈。妈妈已经找跟别人一起生活了，是吗？对。就是嫁到别人家了。这样啊。那他就不管阿海跟姐姐了。阿丽。那他都不管阿丽跟他姐姐了。偶尔还是联系吧。那你常常去看妈妈吗？没了这几个。很少去，他就是几年前的去看了一次，然后好几年了没有去看。还有联系吗？这？那有没有就打电话呀？打电话。有没有联系？有。常常联系。常常。还是正常常的联系。那现在你弟弟呢？弟弟在哪？人呢？哪里？
这附近啊。弟弟几多大了？多大？多少岁？三十。三十岁吗？你怎么可能三十岁？哎，没了，八个没腿。你才多大啊？你弟弟三十岁。就是哪一年的，不就算出来了？那哪一年？比你小几岁，都知道吧？这个也不知道。那不知道，他不见。带我们啊，就是常的不一起在很多年了。经常不在一起很多年了。嗯。所以说不记得弟弟的年龄。嗯、大概13岁吧。还在上学。嗯。等上那北是什么？中年。中学。中学的二年级。哦。那阿丽现在跟谁在一起生活？就是她小时候是跟她的姨妈，就是妈妈的姐姐在一起的。小姨啊。嗯。跟姨妈一起。大姨。现在也是跟大姨在一起吗？嗯，如果她回老家，还是跟大姨在一起。哦。嗯，但是现在她在河内，她是跟一个外甥女一起住嘛。哦。嗯。那阿丽的身世挺可怜的。也是家庭不太好、啊、嗯，也很多，我们很多越南女孩背后的家庭也是都差不多的。那阿丽好好学中文，到时候去中国好好生活好吧、嗯、开始全新的生活，懂吗？懂。但是你好好学中文、嗯、以后有机会可以在中国可以过得好好的生活。OK， 加油加油，嗯，加油学中文。Good job。不仅是去中国呀，在越南也会过得更好。嗯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我加油中文，我加油学中文。嗯，中文很好。阿丽是学中文进步很快的，她的听力就是她的记得的能力很强，就今天学，然后明天学，让她可以记下来很快。所以我打算他很快可以说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阿和。大家好，我是阿海。今天阿海的妈妈来这边玩了，所以我们一起要去带阿姨去吃个饭。还有啊，阿丽啊，帮帮帮帮，大家好，大家好。Hôm nay bác đi có say xe không? Say xe. Thế là bây giờ mẹ chị xuống thì là mẹ chị ở chung phòng với chị đúng không? Ờ. Mình căng căng chưa quán phan là. Thì bây giờ mình đi dạo đi. Đi sang bên khu Vinhome chơi. Ở đấy có sân bóng bàn đấy. Nó, dỗ. Mình đang làm gì?很凉快是不是？这里就是越南的首富盖的房子啊，叫 Vinhome。 他们这边都是公寓，没有小区。在笑什么呀，这么开心？我们这一趟给大家看一看呗。不给。哎，今天阿海的妈妈来了，你有问过她吗？她哪个的电话？他们不听啊，你啥？今天来就帮没听呢。看起来很时尚嘛。看到我和阿海小时候。我看一下。脸呢？这个。好看呀、啊。好看，哪个是阿海，哪个是看不出来啊？这几岁啊？看不出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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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小的时候是小黑妞，是不是？小时候太丑了。丑了。